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终于把目光投向了冥王星，这个远在太阳系边缘的小家伙。而最新的画面告诉我们，它的怪异程度远超我们之前的想象，简直像一本被误读多年的外冷内热的天体笔记。2015年，美国宇航局新视野号掠过冥王星，带回了第一批高清特写，一个在天文望远镜里只剩一粒模糊亮点的世界，第一次像翻开老相册一样，被我们近距离清清楚楚地看个明白。而它揭开的内容，足以让行星科学家集体倒吸一口冷气，很多理所当然的旧观念被一张张清晰影像当场改写。这颗一直被当作冷清暗淡毫无生机的矮行星，结果被发现居然暗潮涌动，表现出超出预期的地质活力和天气变化，完全不像一块冻住的石头。影像里有横跨广袤平原的淡冰大冰川，像刀锋一样的水冰山脉，还能看到一层层淡蓝色薄雾包裹着行星，阳光一照，像极地清晨的微光，柔而清冷。可越是漂亮，越让人心里犯嘀咕，这些景象背后总有哪儿对不上号，像拼图里少了关键的一块。最突出的异常就是这层朦朦胧胧的大气比所有预报模型给出的温度还要低一大截，冷得让人意外。按原本的计算，依靠氮气再加一点甲烷和一氧化碳吸收太阳能，大气应该暖和些，至少不会低到这个程度。更蹊跷的是，这个大气像装了超级散热器，把热量甩得飞快，冷却效率远超理论值。那到底是谁在拼命放冷气？问题指向了一个我们以前忽略的角落。接下来的几年里，研究团队把数据翻了又翻，模型掉了又掉，像侦探复盘案情一样，一点点排查所有可能性，直到2017年，一个听起来近乎离奇的新假设冒了出来。乍一听让人皱眉，但逻辑上竟说得通。当年我们没有工具去验证这个设想，可到了2021年，韦伯望远镜上天，局面瞬间不同。有了能看见中红外细节的眼睛，仰仗那副超灵敏的红外千里眼，韦伯可以把冥王星大气的热辐射拆开看，像做光谱体检一样逐项检查。结果表明，那装被笑称疯狂的点子竟然是对的。悬而未决近10年的冥王星为什么这么冷的一案，迎来了扎实证据。话说回来，冥王星身上到底在上演什么降温戏法，我们一步步梳理。先别着急下结论，我们从头回望这段探索的来龙去脉。线索其实早已埋下，整个20世纪的大半段时间里，冥王星堪称太阳系的神秘角落。谈得多，看得少，真相总隔着一层纱。它离太阳50多亿公里，放在望远镜里也不过是一颗忽明忽暗的小光点，细节几乎全被距离吞掉。我们只敢肯定几点：它不大，偏冰冷，体量大概是月球的1/3，除此之外几乎没谱。有人推测它可能披着一层很薄的大气，这层气会随着冥王星远日点的临近而慢慢冷凝，甚至坍塌到地表，像开关一样时有时无。可这都只是纸上谈兵的估计，真正的样貌没人敢拍胸脯保证。一句话，缺少硬数据，剩下的都是猜。所以新视野号任务才显得分量十足，他要把传闻变成证据。可时间卡得很紧，窗口一错过，可能就是几10年。科学家忧心忡忡，要是2006年之前发不走，等飞船赶到时，冥王星可能已远离太阳太多，大气关机冻结，我们就失去近距离测量它大气层的黄金时机。一旦错过，下一次类似的开窗期也许要等上好几代人，以世纪计的等待科研界承受不起。因此整套任务从立项到发射都必须快、准、稳，任何拖延都可能是致命的。所幸他在2006年1月如期点火升空，踩在了时间线的临界点上，经历9年跨越行星轨道的长征。他在2015年7月与冥王星擦肩而过，完成历史性飞掠，随后发布的图像与数据迅速引爆全球媒体与学界，冥王星被低估了成了共识。事实是它不是一块死水般的冰石头，而是一个会呼吸会动弹的世界，从地形到气象处处透出活力，仿佛在告诉我们
边缘世界也有自己的韵律。水冰堆砌的山体拔地而起，像刀背一样挺立，连阴影都显得锋利。但冰与甲烷冰像缓慢流淌的冷河，沿地势爬行，雕刻出独特的沟谷与盆地。最让人目瞪口呆的是那层轻薄却分层清晰的大气，安静地附在一切之上，虽然不厚，却一路延展到300多公里的高空，像一件若有若无的披风，成分上以氮为主，掺着一点甲烷与一氧化碳。天空里叠着几十层雾霾，每一层都把阳光打散成蓝调，让大气泛起温柔的蓝灰。那这抹蓝究竟从何而来？是谁在高空里调好了这锅化学蓝汤？答案出人意料。故事从大气高处开始，点火的是我们每天习以为常在冥王星却极为稀薄的阳光。虽然那里日照强度比地球弱上千倍，可紫外线依旧能抵达，微弱却够用。这点能量恰到好处，足以把甲烷分子掰开，不多不少，正合适化学反应的起爆线。第一步里，甲烷被打散成甲基、各种活性自由基以及氢原子，像把积木拆成零件。接着这些零件不再闲飘，而是彼此牵手重组，生成更复杂也更稳当的碳氢化合物，乙烷、乙烯、乙炔，一个个比甲烷更重，更能待得住。最后一步里，分子继续抱团升级，越长越大，最终化作叫索林的固体微粒，外形像极了太空焦油。此刻它们已不算气体，而是悬在空中的微型有机粉尘，实打实的颗粒。这些颗粒一边慢悠悠下沉，一边在不同高度打堆，堆出一层层云台阶，层层颗粒把阳光打散成蓝色的柔光。新视野号恰好在最佳角度，一把抓住了这迷人的一幕。这和地球的雾霾完全两码事，地球多是地表水汽、尘埃或污染抬头，冥王星却是高空化学自己熬出来的，它反而更像土卫六的化学薄纱。不过在冥王星，这层薄纱不仅好看，更像是一把钥匙，指向更深的谜团。那雾霾到底重要在哪儿？它不是陪衬，它可能是主角。因为冥王星大气的温度胀算不平，差得离谱。在飞跃之前，科学家就用已知成分、太阳辐射量等参数搭了不少模型，给上层大气预估温度。按组合全算，温度该落在 100K 左右，也就是摄氏约零下173度。冷归冷，但还算合理，确实动人。可搁在这么远的日照条件下，这种冷在认知里说得过去。问题是实测把大家吓了一跳，仪器给出的数值比模型冷多了，不是 100K， 而是低到让人眉头一锁的6-70 K 区间。更具体的说，约65-70 K， 和预测差了30K 以上。这不是小误差，是系统性偏差。对行星气候研究而言，这个差值相当于模型失灵的红色警报，它暗示着有个我们没算进去的超级冷却器在比气体更高效地把热量带走。于是目光转向了那层蓝雾，也许答案就藏在看似不起眼的颗粒里。2017年来自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张希教授抛出一个大胆设想，把雾霾从背景部提到主角台。他指出，冥王星之所以违章，是因为有东西在暗散射并在辐射能量，把关键效应藏在光里，肉眼难察。假如这层雾霾不是被动飘着，而是主动参与能源调度，会怎样？进一步说，如果它像一个散热总管，在主动调控大气温度呢？张教授判断，这些微粒会先吸收阳光，再把能量以热的形式带到发出去，波段落在中红外。这正是传统模型没充分考虑的渠道。在极稀薄却遍布颗粒的冥王星大气里，这种中红外在辐射可能叠加成效，整体冷却效率甚至超过靠气体分子单打独斗。这想法挺颠覆，不按过去的套路出牌。此前共识是控温主要看气体，地球看二氧化碳，土卫六看甲烷，颗粒物充其量只是陪跑。说固体小粉尘能当家做主，听上去确实不太好接受，但科学是可检验的。若雾霾真在冷却，它就该在特定中红外波段发光，
前提是你有足够灵的望远镜去抓它。遗憾的是，当时无论地面还是轨道的设备都够不着这点微弱的热耳语，再加上冥王星个头小又远，还和卡戎挨得近，信号混在一起更难把谁是谁的贡献拆开。不过转机很快到来，工具升级往往就是分水岭。2021年，微博上天像换了副高清夜视镜，太空探索直接翻到新的一章。它那 6.5 米主镜配合尖端红外阵列，专抓宇宙里又冷又暗的目标，正好能对冥王星这类冷辐射来一次当面质询。其中的王牌叫 MIRI 中红外仪器，专门听热辐射的风声，它覆盖 4.9 至27微米波段，若雾霾真在中红外放热， MIRI 就能在这段谱里把它逮个正着。等到2023年5月，关键一枪打响，观测窗口目标与仪器状态全部对上，国际团队把韦伯对准，冥王星卡戎这一对连体舞伴准备把两者的热信号剥离开来。历史上头一回，我们在红外波段把两者看得清清楚楚，不再混作一团。这一步是大突破，只有先分清谁在发热，后面的物理账才能一条条对上。早先的望远镜把两者糊成一团，你很难说哪一份热量来自谁，分析自然步步受限。韦伯的红外分辨力把这层迷雾一刀切开，信号各归其主，研究人员终于能给冥王星与卡戎各自画热像素头像，这是以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论文中的关键图直接展示了这套分离术如何生效，步骤和拟合一目了然。图里的黑点是韦伯实测的红外辐射强度，是真实的观测数据，平滑的蓝红曲线是给卡戎量身定制的热模型，用来拟合并扣除它的贡献。把卡戎的份额精确减掉后，留在画面里的就是冥王星自己发出的中红外清晰指纹。真正把冥王星那条光谱拿出来一看，意外出现了，它发出的红外亮度明显超出了冰冷表面单靠温度应该给出的水平。用通俗的话来讲，不是地表在唱独角戏，另有角色在加码，热量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地表之上大气里的某些发光体。团队把各波段数据一细抠，结论更扎实，这不是偶然，是稳定信号。再看论文里的组合图表，信息都写在曲线的表情里，图中展示了15、18、21、25微米四个波段的辐射强度，等于把热量拆分成四种颜色。核心问题是什么？我们要分账，也就是把总热量切片，哪一块来自冰面，哪一块来自稀薄却活跃的大气，每一列对应一个红外波长，方便横向对比各自的贡献。重点看底牌那组图，那里埋着破案的关键，他们给出的是冥王星对外放热的绝对数值，观测而非推测。黑点一枚枚代表各波段的真实能量输出，位置不会说谎，紫线是地表把阳光弹回去的那部分，基本是反射分量，不是自身发热。青线代表大气贡献，既包含气体也包含悬着的雾霾颗粒发出的中红外。灰线则是把所有来源加起来的总账，等同于理论合成的整体曲线，关键就看它和观测点对不对得上。结果灰线几乎贴着黑点走，拟合得漂亮，这意味着一个突破性的事实被坐实，模型里那条大气雾霾辐射通道确实在起作用。雾霾不是背景部，而是主动发出中红外，把热往太空送，成了大气降温的重要推手。先前的大胆猜想，如今有了硬邦邦的观测背书。可这件事为什么足以改写课本？意义在哪？因为这层雾霾的地位被往上抬了，它不再是配角，是气候的操盘手之一。平时我们说行星气候，基本盯着气体成分看，地球、火星、金星无一例外，它们负责吸热、保温、再辐射，决定着行星盖多厚的被子。尘埃、雾霾这类颗粒过去被认为是微条件，影响有限，不当家。冥王星把这条定律拧了一下，在这里主导能量平衡的不是气体本尊，而是铺天盖地的细微颗粒，它们不仅飘在那里，还在主动放冷，把温度线整体往下按。这等于告诉我们，在特定环境下，气候系统可以由颗粒物主导，
教科书要流出新的一章。而且韦伯还顺手解开了另一条老线索，因为能把冥王星与卡戎的热谱干净拆分，团队就能把卡戎的影响扣掉，精确看清冥王星雾霾本体发出的信号。由此还验证了一个老猜想，冥王星在慢慢漏甲烷，其中一部分飘到卡戎表面落地生根。到了卡戎两极，甲烷在阳光与宇宙射线的双重加工下变色，生成带微红的有机物涂层。这正好解释了新视野号当年拍到的暗红极光，并非染色，而是化学演化的结果。更深的意义在于，它不仅解了冥王星一道题，还给外太阳系与系外行星气候上了一课。冥王星或许只是第一例，不是唯一例。像土卫六、海卫一这类负担常年带物的冷世界，都可能存在类似的能量通道。过去把温度差异都算到气体身上，如今看来，颗粒物的份额得重估。如果雾霾能降温冥王星，它是否也在悄悄左右这些冰卫星的气候轨道？更大的一环在太阳系之外，这条物理机制可能是宇宙通用键。不少远轨道系外行星或被厚雾笼罩的世界，可能并不服从传统的气体控温规则。一旦能量收支由颗粒说了算，老模型就会卡壳，预测偏差在所难免。我们得重做功课，这些世界是否稳定，是否有足够热量维持化学活性，乃至是否具备潜在宜居性，都要用新尺子量。最有意思的是，它可能把我们带回地球的远古剧场。在约24亿年前大氧化事件之前，地球或许也经历过复旦复听的阶段，与冥王星有几分神似。当时紫外线可能同样酿出浓雾，这层雾既调温又催化复杂有机化学，或许为早期生命的出现铺了路。一桩为何这么冷的小谜，走到今天成了影响深远的大故事，逼着我们重写对于行星、卫星甚至生命起点的一些章节。多谢您的陪伴收看，如果觉得有收获，订阅一下频道，点亮小铃铛，欢迎分享给身边也爱天文、爱科学的朋友。我们下次继续把太空的新鲜事儿第一时间送到您手上，把宇宙说得更明白。